这几年哈，我们这里的十字路口也有常常发生车祸，一发生车祸的时候，有些摩托车啦，或是行人行走的时候，因为没有那种监视器，我们也搞不清楚到底是哪一方面会有这样的那个随错随对了哈。所以假期啊，或是晚上。 车子特别多，曾经发生过车祸，人死了。第二天发现车子跟尸体，可是不知道是什么车子撞的，所以需要监视器。 五月初就已经全部架设好了，那我有拜托厂商，2年的保固，哦，一定要正常运作。 那2年以后就是请我们检查单位来做维修整理。 那2年以后就是请我们检查单位来做维修整理。那一种爱做三星期，那一种爱做十五日了，就来呀，就买一年两人都地嘛那就莫个脚个呀，一种爱做是你不住那年嘛就啊三星期，三日做那不长了那就是啊大个人，就来那我跟那个马路，那把马在这里跟那人，哎呀呀，点嘛就，第就不让那不接接论。